离家在外，被唠叨最多的话就是：哎，不要每天吃这些，好好吃饭，不要这么累，好好休息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爸爸的头发越来越白，他越来越迟缓，准备一顿饭也觉得疲惫。没爸，今天不要煮了，我们买去哦。小时候每天听着爸爸喊吃饭，长大后天涯路远14年。爸爸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很远，开车累不累？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我们买了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走，我们进去吧，准备去可以吃了。很香哦，香的，可以吃饭了。来，吃点菜。每天不吃菜，给你。来来来，鲍鱼给爸爸的，把这个荷叶包很好吃的。你说很香的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也是。守候相望，望的是这一刻，这一顿饭叫团圆，乐天皇朝。